刘雨露，雨露是雨露均沾的雨露。大家好，我是康熙。介绍了，我就是你们知道的潘晓雪。好像有点油腻，受不了。我们待会儿仙宁就要来了，我们现在在这里等仙宁，就是我们的队长。Yes。采买任务提供300元火锅基金，超市大采购购买300元之内全额报销，超出则自费。在二百，对了，100也行。200，这个样子。再在100。蛋糕。对，现在想法是输一瓶减100。那出发，走吧，辛苦了。随机任务估算出当下购物车中价值金额，误差10元以内，火锅基金上升100元。为什么又放回去了？因为刚刚那太贵了，刚刚选的
三个才五块多，这个两个十五块多，因为这是有机的，我们吃不起。东东火锅，火锅必备东东锅底汤，超好吃。然后这个是四块二，那您特价十块一盒。给大家看一下，360左右。再记一下，那我们还要去买豆腐，对，吃豆腐。嗯，重新记一下，我报给你。10几块钱。随机任务，3分钟之内拿到50元以内水果，则额外增加50元水果基金。还有2分钟哦。70块钱，你们还有1分钟，还有1分钟，赶紧。20块3，哎呀，超了0.1，20块8，可以吧？二十几块三，这两个24，29块3，9块3，1块5毛，好，1毛钱，1毛钱就算了，好险。接着，然后 ，Let's go。